一致的日语。你干去吧，你先把碗也得吃完了，你在家吃锅也干完了。哇，人有话不说，想吃什么跟我说。大家好，我是胖猴子。上天咱们不是做过一次鲅鱼吗？我同学做的，非常好吃。那么今天啊，我又把我同学邀请过来了，今天让他教教我怎么做这个鲅鱼。那么他过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怎么着，师傅？开始吧。咱说说他啊，把鱼处理一下吧。走。好了，老铁们，咱们沿着这个地方剪开以后，把里边内脏取出来。不太好取是吧？就一条内脏，这个鱼很好处理。冻着呢。取出来以后，把里边冲洗干净。大厨这点宰鱼，咱们整点米饭啊。我今天主要是打配合。你得洗干净点是吧？哎呀，行了，我还吃的，我当然我得洗干净了吧。啊，我得准备锅，准备油。啊，就准备这俩就可以了。好嘞。你不洗了吗？我不洗了，你来吧。我下一步把这鱼打一下滑刀。我烧点米。好了，咱们打花刀。我也不大会说，我就这么打，我就一指吧，一寸应该叫。一指一寸多少？啊，均匀的打上花刀就可以了，这方便入味嘛，是吧？对。这个鲅鱼这个肉质呢还是比较厚的，没什么刺儿。你看你喜欢吃硬点吃软点的？当然是硬的了，我不喜欢吃软饭。妥了。好，这打好了。起锅，倒油。老铁们，咱们先把锅润一下，热一下啊。点火，锅热后放入鲅鱼。油热后下入鲅鱼。鲅鱼煎好之前啊，不要动锅。我们在煎之前边上撒了一点盐，火行吗？行，这个行。好，咱把它煎至两面金黄，咱们把它盛出。另起锅烧油。好，咱们放入葱姜蒜花椒大料爆下香。好，爆香以后，咱们把煎好的鱼均匀的码在锅底，好，下面的葱物料酒，加点香，加了点白糖，加入醋，老抽，加入生抽，蚝油，来点番茄酱，加水。过过鱼来就可以了啊。下边啊，咱们做个回锅肉，这边炖炖鱼，咱把肉切一下。一个菜不够吃，再来一个，切成薄片。好，老铁们，咱们鱼炖好，准备出锅。颜色看着倍儿棒啊，味道更棒。别睡了，吃饭。嗯，好了，赶紧的吧，浇点汁。咱这个汁啊已经很稠了，咱就不勾芡了，勾芡也不好吃。啊，挺香啊。必须的，来吧，来吧，下面炒锅肉，放点豆瓣酱，来点葱姜蒜。我们下路直接准备好的配菜。你是不到点儿你不来？可不呗，我还带菜来的呢，行不行？那不差你走吧，你出去去吧。我稀罕你吃你这似的啊！完活吃饭。好嘞。你坐，坐。
你开车来的啊？开车你别喝酒了，拿点一瓶啤酒去。一瓶啤酒，你坐。他不喝，让他伺候局吧，行吧？来来来，我伺候你们两个。来，盛饭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今天这饭又这么香啊！哈，我真凉爽啊！来，我用中东菜。尝尝。来来来，给主持人来一碗，来。谢谢谢谢。来，丹总，来，谢谢谢。我跟你说，一致的日语，真的。啊，必须的！你叫我一声师傅，我得好好教教你啊。那这师傅不白叫。那下回，你就下回学的时候，你跟我说一声，别让我睡觉了。我会的还很多，想学的时候，跟你说。这回就给你小试牛刀，好吧？好的。来，就你了。你俩喝，我就开干啊。一到饭点你准到，掐指一算，第二个大虫子。啊，对，我不客气了，我你干一条吧。你甭客气了，来来来，嗯，客气什么，这鱼好吃的就一根主刺儿，没什么刺儿呀。我还吃肉都瘦了，跟猴哥待一块待的都瘦了，我都赶紧吃，太瘦的不让出镜啊。嗯，慢慢吃吧。嗯，可想这鱼有多好吃。这个胖子他不怎么吃鱼。我真不爱吃鱼。嗯，那你没看啊，我做视频很少吃鱼。做鱼啊，其实主要是把这个腥压住了就好吃。嗯，对吧？嗯，你压不住腥了吧，你放多少佐料都不好吃。不吃鱼啊，多好吃的鱼啊！谁怎么不吃啊？是不好意思吃。真是，我来块大的。哎呀，都干块大的。多吃一条是一条。你先把碗里的吃完，你再加。什么叫吃完？蘸个吃锅的蘸碗里的。对、嗯、对，这是盘里的。嗯，碗里。好吃，你不高兴吗？嗯，好。再不做两条，打包。我拿了两个包来的，再给我打两包。等一会儿，哎，我一会儿拿擀面杖给你打两包。打两包，打两包。哇、哦，米饭也没了，这家伙这东西太下饭了。都让你吃了，没毛病。证明张哥做的不好吃。行了，以后带你微信。好。行了，今天视频到这儿吧。好，老铁们，今天视频就到这儿吧。今天我没怎么做，主要是丹哥的。今天谢谢丹哥。好了，喜欢我们的小伙伴记得转发、评论、关注啊！再见。没事。